点驾校学车搞笑名场面。又没进去，哭呢。这里是日本东京，这是我的学员松下守沙，松下守沙好吗？松下守沙。身份验证成功，请立即起步，按语音提示完成考试。未扎安全带，考试结束，成绩不合格。你坐在副驾驶干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右后方有学员通过，左前方有学员通过。你方向盘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我真的准备好了，教练。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你咋真啰嗦，教练？我准备好了。那好，咱开始。身份验证成功，未扎安全带，考试结束。你咋不早说呀，教练？请起步，继续完成考试。因操作不当造成发动机熄火一次，扣十分。来来来，慢点，哎，手抓住，手抓住啊，两只手抓住啊。慢。啊，继续。慢点，不要抓，稳住，抓住，好，再来，手抓住啊，慢点来，啊，冷静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啊，慢慢来，手抓住啊，到点了，今天还是好的，都没效，是好的，慢慢来，这里一块来，那个手抓住，啊，抓住哈，一下竖，轻轻的竖下来，抓住哈。点题叫点缺的，我来，可以的。监管系统回应，请窗口。您的扣分项目是不会合理使用安全带，扣你满分，成绩不合格。啊，好惨啊我。